情报特工，一个看上去很聪明的鸡巴。今天我们两个愿望一次满足。情报特工高渐离，阿古朵，暴力摇滚。追踪更多精彩内容，三连支持一下不迷路。首先是离哥，这个转职对于离哥来说，就相当于一个可以百分百暴击的法爆。离哥在第一次上场表演的时候，应该不算大招，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躲一下再跳大，而是直接上场表演了。但是第二次跳大就出现了躲一下的情况，这应该算是机智，但是还是挺强的。咱们浅看一下强度。我上场表演了。然后是漂移阿古朵啊，怎么说呢，有点好笑。怎么样呢，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再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笨蛋。你要说强度，我感觉没有离哥高，应该配个旺盛精力或者当面推球会好一点吧。也可能是遇到姚妹的原因，姚妹还是猛啊。设计师你赶紧上班吧，赶紧学一学超英姚吧，我受不了了。